上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接下来在我们大会舞台，我们即将是由韩国观光公社特别从韩国邀请到我们台湾跟大家来见面的表演团体。而这个表演团体呢，每年一年一度都会在我们京畿道的水源华城进行水源华城文化祭的精彩演出。而待会他们为大家带来的经典演出呢，叫做慈公驾教。待会呢，他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桥段，包括有歌曲演唱，以及呢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传统技艺等等的呈现，而且非常气势磅礴，阵容非常的庞大。邀请大家呢，待会呢都可以将你的手机、相机拿出来，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所以接下来就要借助大家手上的掌声，一起来欢迎韩国观光公社带来的慈公驾教，掌声欢迎。Yeah.
과는자녀들이열심히일을하고있으니금방완성이될거다이하늘이도조금만더철거쓰고이수고한화성지진일에보탬이됐을텐데We'll be right back.
Oh,
潮呢？